Yes， 现在早上九点，我来到碧潭，为的是什么呢？为的是 Soul Rap， 我们红队要练习练习。嘿咻划龙舟，因为我觉得很充实的，就是因为我原本以为录全明星运动会只有一天嘛，因为我们一个礼拜录一天，但是后来去录了这个节目之后呢，发现它不是综艺节目，它是一个运动的赛事，专业的非常职业的运动赛季，每个礼拜有一天录影，但是每天都在练习，每天啊，每天，对不对？早上九点要来划龙舟，谁来了？皮钱，对呀，你从哪里来？宜兰，太屌了，从宜兰过来。OK， 划龙舟，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划龙舟。谢谢全明星运动会，让我有这个机会划龙舟。进来看一下，而且这间店很厉害，叫 Seeker， 这叫龙舟店吗？准备好了吗？这几天会超好，没问题，因为最后了，冲刺阶段了，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实力拿出来。哦，礼拜五比赛。礼拜五，对啊，因为我们都是固定礼拜五录影，那我刚刚有讲是每一天都要练习，所以是六可能休息一下，然后礼拜日又开始练，然后礼拜一再练，反正就是找工作的空档，然后来练习。然后今天是练龙舟嘛，那有的时候是早上练排球、练羽球都有可能。我的队员又来了，琪琪现在可以拍吗？可以拍吗？可以啊。哎，素颜特别啊，伪素颜，伪素颜，因为平常这种。昨天晚上很贴心的告诉大家说，對對對對哦，今天没有拍摄，这样我就稍微的打扮了一下。辛苦，谢谢。Yeah. What up, Ian? Yeah. 好，我回来了。Yeah, bro. Yes. 开心你回来。Nice. Hey, buddy. 好，我们大队娃娃车来了，娃娃车来了。然后呢？浩哥那一台可以载很多人。娃娃车放小朋友下车了，娃娃车带小朋友来上学。耶。So rad, so rad, so rad. 早安，小杰。早安。我下高雄了。哎，你从高雄上来？对啊。哇，太屌了！我想说内湖已经够远，就不是最远的。有人从高雄上来，差不多5:40。太屌！原本都以为这个节目是一个礼拜比一天，错，一个礼拜比七天，每天都要练习。是我们现在就是上班族的感觉。上班族，上班族。阿哥，我来了。我回来了，跟你讲，这三个礼拜你一定要一直存在。Yes， 我会在。你不要再让我们失去你了。我不会再离开了。但是失去我有时候是好的，因为失去我都是。No, we need you. Don't say that. We need you, Dan. Yeah, we are the team. We are the team. 不能没有你。OK。哎，他脸，我这个给他那个，冰城，哦，阿昌，哦，给你的 ，Sorry 眼镜 ，Sorry 眼镜，对，你在旁边。我觉得，因为我们 Sorry 真的，大家都，比如说，我会帮大家准备外套，帽子，然后果果帮我们准备帽 T， 浩哥呢也会帮我们准备一些外套、鞋子都是浩哥准备的。然后你看，阿昌，阿昌，哇，好不好？这样子，可以吗？帅，是不是脸太小？脸太小，陈教练，你看戴起来像苍蝇。训练苦练，这无可恋，移情别恋。我的喉咙比较没力，因为发音不太正确，所以我之前去演那个明星养老院，然后我有跟郎姐学习怎么样用，不是丹田讲话，是用横膈膜，因为丹田太远，所以要横膈膜。横膈膜，横膈膜大概在这里。因为横膈膜以上是胸腔，横膈膜以下是腹腔。横膈膜以上是胸腔，横膈膜以下是腹腔。听起来很痛。한용하십니까저는저저는哎，要问一下韩国的朋友。好啊。한용하십니까저는떡볶이하나주세요虾米贵啊？虾米贵？横膈膜以上是胸腔，横膈膜以下是腹腔。横膈膜以上是胸腔，横膈膜以下是腹腔。可能他的韩文的 level 太高，因为我在美国长大嘛，我听不太懂你刚刚。美国我英文也不错。芝芝来了，耶！由我打给他。熊，阿熊，然后你打 B 啊啦，好啦。齐俊熙的连雨衣都换成红色，你看。哦。So red。齐俊熙 so red 了。对啊，应该知道会拍啊。跟你们的齐骏平常都很颓，今天怎么讲的？
走，Let's go！ 这个会很精彩哦。羽球教练要去划龙舟了，怎么样？没有看过划龙舟吧？比较少啦，应该有看过，但是比较少看到这些划龙舟之前的准备嘛。划龙舟之前准备就是要吃早餐嘛。下次教人家划龙舟。对对对，陈教练下次会教大家划龙舟。有这种划龙舟基本教学要教人家吃早餐。对对对，教练，来我教你，你的扣错了啊？我扣错了。对。是什么？这个要交叉扣，要不然你会那个。这个要这样，下面扣上面。哦，是啊。上面扣下面。看到没有？下着雨。我觉得这种雨是刚刚好，就是还蛮浪漫的。还行。但是不能再大，再大也就不浪漫了，再大就不浪漫了。我觉得参加这个节目，让我学到的就是，其实运动输赢不是这么重要，最重要就是你要。不断的在进步，任何运动都是一样，你可以学习到很多技巧。哦，我们就是要划那个七号那一艘。那我也要。哎、欸，对哦，那你要怎么划去哪里？没有，你在龙舟上面。够吧？龙舟上面够啊，可以哦。你要做好哦。是假的？对啊，很爽啊。你要做好，相机要抓好就对了。好好好。你有没有游泳？我会啊。OK 啊。但是你穿这样应该有不行、啊，也不要这样。现在就听教练怎么分配位置，看教练要怎么分配，谁坐哪边。对，那通常那个女生会坐船头了。啊？船头。妹，你坐船。哇！哥哥，那我应该在岸上走，因为哥哥在岸上。妹妹你坐船头，哥哥在岸上走。喉咙快挂掉了，喉咙快挂了。你要自己固定好哦。好。如果你的手你掉到水里，我们可是也没有办法、啊。最近是有出新的了啦。对啊。有考虑看看。只能麻烦点歌。对对对。点歌新的最近有出来了，差不多15万可以。全配。哎，对哦，对哦，跟着前面哦。哎，大家看着前面呢，看着你前面那一个，他动前面动作怎么动，你就怎么动哦。来，挡水。想擦身，擦身。大家身体要带哦。对。来，等好，跟着前面动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呼。其实你可以身体往前一点，然后汉杰你的手再往外一点，让你的桨直的，因为前面的动作，对哦，来背，喊一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先下去，桨入水再发力，来一，很好，想要插身插满哦，二，很好，对哦，预备 ，Go， 对，好，很好。来稍点力量，很好，更好更好。行，好，停，休息一下。我们刚刚涨停65，最快11.7。好，挡水哦。Are you ready？ 停，稳住哦。再一次哦，后面没关系哦，现在没有重来，就一次哦。Are you ready？ Attention， Go！ 一、二、三、四。Oh, are you ready? Attention, go!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维持，很好。两名60，掉太多，掉到65。来，最后20秒撑住。Go! 好。好。移动距离310公尺，均速9.2，最快10.9，2分钟，小明在64，休息一下。First blood。哇，上岸了，我的椎间盘。来啦！
变白就很有成就感。哇，但是要真的要很用力。我们今天特别请到陈汉典来这边帮我们洗船，你知道陈汉典是谁吗？陈汉典。哎，你好呀。哎，我在那边洗船的。你好，他。我来打桩啊，斜杠，对对对啊。哎，你要看我们的节目啊，全明星运动会有没有看？不会看，不会看。哎，对，我们在训练。船。生无可恋。移情别恋，恋爱一定要找我练。快点！我靠，白的跟什么一样？天哪，白的跟像船一样。他们应该来照一张照片。哇，今天手真的非常非常酸，不容易啊。然后又有小黑蚊在叮我，蛮叮的。然后等一下要去露营，但我觉得不错啦，就是运动之后真的精神会变好。你不觉得我整个人都变年轻了吗？阳光男孩来了，所以你等一下入大热门，入到三点，大概的两三点，凌晨两三点，然后明天早上再来划龙舟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很重要，因为你只要有一个人稍微乱一点，其实船就会晃。有时候，譬如说我在划的时候，我发现说，哎，我可能速度跟人家不一样的时候，我就会感觉到说，其实有在晃动。如果有时候，我那个节奏都对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其实很顺，然后那个往前的速度就很快。所以划龙舟真的很有趣啊，很多技巧在里面。明天继续来练，加油！明天见。So Yangchenli. So rainy. Right? Yeah, so rainy Yangchenli. Coco, Li Wen. Wu Zhongxian is Jackie. Liu Donghua is Andy. Lulu is Lulu. Lulu is Lulu. And so rainy is So Yangchenli. 走。我从那雨衣里面。嗨，你好。哎，汉典。嗨，你好。云飞。Yes, 哇。姐姐，你刚刚在跳这个是 Running Man 吗？还是鬼步？鬼步，它现在有什么加律动？律动，靠加律动。然后我老师跟我讲，我再练一下。哦，你自己在练。我自己在这边练。OK, 加油。谢谢你哦。好高兴碰到你哎。拜拜。
你有看到体协在叫这个Running Man 在练的啊。 Let's go。